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我请你吃饭。一个男人不该对女人这样。婚姻维稳的常规手段是增加人口数量。我要当爸爸了，我们要有宝宝了。然而，往往人口多了，家当就少了。温柔姐好。 你认为怎么了？我的家当呢？你怎么突然去打水光针了？造型改造的成功吗？ 你好好的为什么要改变造型？你这也太可爱了吧！想显得年轻一点呗。显年轻，配着那个小男朋友啊？那我确实比人家大很多。我这样穿，你不觉得我和小兰更配吗？他嫌你大？没有，我自己还没点数嘛。安晴，如果是你自己想要改变这个造型，想要变年轻。 那我肯定是100%的支持，但如果说是另外一个人，他想要左右你的思想，想要控制你，那这是……停停停停停！没你说那么夸张啊！我没跟你开玩笑，一段轻松愉悦的感情一定是建立在两个人精神上非常平等的情况之下。如果说另一方想要控制，另一方这一定是畸形的。你小心那个男孩是个甘蔗男孩，刚开始的时候特别甜，到最后掉到只剩渣了。知道，别操心啊，我都懂。 那你怎么不说善良呀？他原来事事惯着你，现在又事事管着你，觉得善良才是个控制狂吧？那怎么可能？他那叫关心我，他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饭，荤素搭配，营养美味，而且我每天穿什么都给我准备好了，这简直是选择困难症的救星。每天让我早睡早起，养成了一个非常健康的规律作息啊！我不过就是比平常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穿的丑一点，睡得早一点，动作轻一点嘛。 完全没有问题啊，完全没有问题啊！那你回家吃吧，这些油都给我了。不是，老婆，老公，你这么晚怎么还没睡？ 这种时候穿鞋也很难穿，特别……温柔姐，我这个鞋太小了，能不能帮我换一下呀？大家不可以私自换鞋啊，因为我们出场顺序跟展品都是固定的。不要乱弄了。温柔姐，我这双鞋不太合适。不会啊，我觉得非常合适啊。温柔姐，我这鞋确实不搭。等一下，我帮你调整一下。现在就调整吧，温柔姐，我这样都不会。温柔姐，我这双跟我也不是很搭，这个颜色好显黑呀。不会，它等一下灯光一照就显白了。 可是我觉得还是换一下吧。我们大家先把鞋子好好穿一下，一会儿再帮你们慢慢调好吗？放心吧，有什么问题我都会帮你们解决的。老婆，你干嘛呢？老公，你等一下，我还在忙呢。等会儿我坐下。
你知不知道长新人站着对宝宝不好？温柔姐，你怀孕了，那你可得小心点。我这鞋不换也没事，我再捂两天就白了。我这鞋虽然不搭，但是换上大袖的衣服一定很完美。就是就是，你千万不要着急，鞋的事情慢慢调整就好了。嗯，大家放心，我一定不会影响咱们大秀的进程。等一下，问题我帮你们一个一个解决。当然当然，我们相信相信你，老公。嗯，你也放心，我就算工作再忙，我也会好好照顾自己，还要照顾自己的宝宝的。我一定相信你。那大家先继续试鞋子，然后把问题集中一下报上来。我就先回办公室休息一下。好的好的，你快去休息。辛苦了。帅，这身衣服真是太适合我了。我以前就很喜欢这样风格的衣服，只是这样的衣服对面料要求太高了，所以价格都特别贵。那如果你喜欢的话，等你走完这场秀，衣服送给你了。真的吗？谢谢姐姐。就是这鞋子有点不搭，要是鞋头能再方一点就好了，或者直接改成男鞋。当然不行了。为什么不行啊？不是说可以根据模特的特质修改一些设计吗？我们 Polymod 是女鞋品牌，这一季走的是中性风，那改成男鞋肯定不行。哎呀，你是老板，还不是你说了算呢？鞋子的设计师是温柔，我没有权利更改它的设计。你作为模特，你更没有权利。姐姐，你是不是生我气了？我知道错了。我没生气，只是这个鞋子真的不能改。哎呀，我知道，我就是想让鞋子再方一点，就一点，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别忙了，我给你剥的葡萄，来吃一颗。吃点葡萄，宝宝眼睛亮。我化妆品都换成纯天然的了，不适合你。放心吧，从你家切那些够我用到明年。那你想干嘛？嗯，就是这个鞋，就是鞋头我想改的再方那么一点点。不行，再方的话它线条过于硬朗，不合适。硬朗好啊，嗯，这次我们就是给男模穿。再说之前我们不是说过要拓宽男鞋市场吗？啊，现在趁机拓展一下。小兰让你提的吧？我觉得他提的挺合理的呀。我是说过要开拓市场，但不是现在，咱们第一仗都还没打赢呢，先专注于自己的领域吧。那咱不做男鞋，能不能把这个鞋头改方一点点啊？不行，现在的弧度正好兼具外部的特色还有舒适度，就是我喜欢的样子，改一点都不行。今年方头鞋很火的，你真的应该再斟酌一下。韩晴，你之前不是很喜欢这双鞋吗？怎么小兰说了几句你就倒戈了？你答应过我你不会陷入这份感情的啊，清醒一点。我之前是很喜欢，小兰说服说服了你。我现在是知道古代那些昏君都是怎么来的了，色令智昏。这场秀不是我们合办的吗？那设计上我就没有一点发言权了吗？当然有发言权，但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吗？还是小兰让你提的呀？你怎么了？肚子疼吗？没事，我刚刚可能差了点气。行行行，刚才是我头晕了，我也不知道，设计什么的全都听你的啊，你说怎么改就怎么改。要不去医院看看？我没事儿。吓死我了你！姐姐，温柔姐答应了吧？这是温柔的设计，她有她自己的想法，我真的没有办法。
而且她现在怀孕前期真的挺敏感的，我不敢刺激她呀。哎呀，别生气了，晚上请你吃牛排好不好？哎呀，不生气了，走了走了。邀请刘梦来当我开场的模特，她一直没有回复。刘梦，她之前不是把普里莫达的鞋子都发到微博上了吗？当私服穿是一回事儿，可是正式的合作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她肯定是觉得我秀的规模太小，配不上她。老婆，你赶紧喝吧。忘了，喝多了晚上睡不着觉的。也是，不早，赶紧睡。老婆，你明天几点钟要去秀场？我送你过去。老公，我们的车该做保养了，你明天把车送到 4S 店去保养一下吧。行，我让健健去。物业明天有一个感恩的回馈活动，哎呀，你说我都答应人家要去了，要不你替我去吧。好呀，我让小美去。老公，从明天开始，你不准去秀场。为什么？你知道现在对我来说什么最重要吗？营养。错，是心情。准妈妈跟胎宝宝同心同体，我们拥有着共同的情绪跟情感。准妈妈心情宁静愉悦，那就会分泌出有益物质，促进宝宝的生长发育。但是如果准妈妈心情躁动不安，那就会分泌出有害物质，那宝宝……书上好像是有这么一段啊。总而言之，我心情愉悦是最重要的事情。有道理。那这跟你不让我去秀场有什么关系啊？我知道我现在是非常时期，确实应该多加注意，但是现在过分注意了。现在我在家里，你已经不让我做这个不让我做那个了，那你去了秀场我更什么都干不了了。你知道的，我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女人，心情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我保证我绝对不会影响你。你相信你自己吗？这个答复好像是讲凉了，不喝浪费。这个项目的合作方在三亚，他们已经多次邀请我们去三亚参观，定期在三亚举办相亲会。老板，我觉得咱们还是派一个人去一趟吧，一来可以展示咱们合作的诚意，二来是可以实地考察一下他们的实力。好，那咱们的人选是，老板，我可以。老板，我可以。健健，谢谢老板，保证完成任务。你替我去温柔的秀场，替我时刻照顾好她，还有肚子里的宝宝。为什么是我呀？爱情的结晶当然比三亚重要了。那老板，对接的人选是？老板，你放心，我保证一定好好考察三亚的食物。啊，不是，三亚的客户。你暂时接替健健，替我做好助理的工作。嗯。那老板，人选是？你去吧。好。善良不在，你又来了。不用，小姨，你就当我不存在。温总监，你看这边布置的可以吗？我现在怎么觉得，哎，这个光……不用，小姐，你坐下看，别累着。
纸。不用。就是那个的。因为他现在对，如果温柔小姐，五红汤补血的。倩倩不用。就是跟他后面那个灯，我觉得如果两个灯这样刺在一起的话，画的颜色也是不。太干了，补补水。倩倩，其实在这里呢，你也帮不上什么忙。我觉得你就回去忙你的，好吧？老板让我来的，你就当我不存在。可是你太存在了。善良吩咐你来的吧，手机给我。交差去吧，我们去前面那边。你在干嘛呢？小美，你怎么来了？不好意思啊，认错人了。温柔小姐，你要去哪里？我陪你去。我可乐呢？高跟鞋呢？这不是老板安排的。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么的碍眼。哦，你是温总监的老公派来照顾他的？嗯。单总对温柔姐真好。我真的好崇拜温柔姐啊。嗯，你说秀场环境这么不好，一般女人在这个时候都会在家里好好休息，只有温柔姐还这么拼，天天都来。秀场环境怎么了？不是都说刚装修过的房子有害物质比较多吗？舞台正在搭建，跟刚装修差不多吧，也不知道甲醛会不会超标啊。我也不太懂哦，也许这里用的材料都比较高级，危害会小一点，不过我觉得应该多注意，尽量少待在这儿。不是让你去照顾温柔小姐吗？你怎么还能回来这边吃饭啊？温柔小姐吃完午饭要睡个午觉，所以我就抽个回来一趟。怎么，你不喜欢我陪你吃饭啊？怎么会呢？我是真搞不懂老板为什么不派我去照顾温柔小姐，明明我们女孩子之间要更方便一点啊。老板应该是想找个更心细的人。他总跟我强调今天要做什么做什么，几点回家之类的，这些我都知道，早就写在备忘录里了。老板是想通过你的嘴来告诉我，再通过我的嘴来告诉温柔小姐，这样温柔小姐就知道老板在做什么了。搞这么麻烦干嘛？老板是自己没有嘴吗？我有。老板，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来吃饭，用嘴。老板。别生气，小美开玩笑的。你怎么在这儿？我不是让你随时陪在温柔身边吗？老板，我就回来那么一下下，吃完饭我就回去。他中午吃了什么？四菜一汤。吃了多少？正常量吧。喝了多少水？两瓶水。走了多少步？老板，你这么关心温柔小姐的话，你自己去吧。我也想去，她不让啊。对了，老板，有件事情可能挺严重的，秀场正在装修，甲醛可能超标。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早怎么不跟我说？喂，韩青，有一件事情，我想让你帮我瞒着温柔。张总，感觉整体的舞台效果怎么样？嗯，场景布置的还挺好。后续工作安排的怎么样？一切都在计划进行。嗯，那就好，可以按照合约投入第三笔资金了。好。苏总，我们已经请甲醛治理公司处理过了，我们甲醛没超标啊。
为什么还要出？可能是因为温柔怀孕了。怀孕了？总设计师怀孕这事儿，冯总得要知道吧？这次这个活动还是需要一些交情。哎，温柔，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 Polymoda 的总设计师温柔小姐。温总监你好，我是慧心投资聘请的职业经理人，专门负责配合您完成这次大秀。以后您有什么要求的话，都可以跟我说。你好。现在舞台装饰到什么阶段了？温总监方便带我看一下吗？这样的话，我回去跟冯总交代。不好意思，先停一下。你这服装谁给你搭配的？感觉不太搭啊。小罗，哎，其他人去哪儿了？都在那儿呢。经理，您这边看一下，这是我们温柔老师和韩庆老师做的设计样稿，你看这些。这是自大秀筹备以来的支出报表和所有工作人员的雇佣合同，请您仔细的看，记得好好核对哦，这样好跟冯总交代。哎，温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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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什么意思呀？哎，你先冷静一下。前几天董事会的张总过来视察场地，知道你现在这个情况，他觉得你的精力会跟不上，所以派个人过来帮你。这叫帮我？这分明就是派个人过来监督我。那不是怎么什么人都要管我呢？冷静，别动气，深呼吸。还是我无能。既然你选择这个时候来到我的身边，你肯定是想跟我一起站在秀场上，见证我的成功。只可惜，我所有的努力都变成了别人的嫁衣。可能人生就是这样的，总是有一些遗憾。那要不怎么？我再去跟董事会申请一下，能行吗？那就只能试试了。到时候需要你做一个阐述，你要拿出你所有的诚意和决心去说服他。你 OK 吗？好的。我这有个会要开，一会儿给我吧。啊。哎，他怎么还没走啊？冯总马上到了。老婆，你一个人真的可以吗？可以的，你去上班吧。你一定要记得喝水，这里有水。你老公是不是有点反过激啊？你懂什么呀？这叫爱的表现。就算他越线了，我也有特殊的沟通技巧，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这位是？你不是说一切尽在掌握中吗？我是温总监的助理。我先要恭喜一下温总监，恭喜你人生即将进入下一个新阶段。谢谢您。我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了你穿那么高的高跟鞋，这哪像一个快要当妈妈的人啊。我将用身体力行证明 Polymoda 的鞋真的很好穿。我很欣赏你的这种工作精神，只不过我担心的是你有没有精力好好的完成这项工作。即使完成了大秀， Polymoda 也不能再像小作坊一样每季只出一双鞋子，而是要成规模的量产，每一季十几双款式，从设计到产出甚至到售后，我希望每一个环节都有你的参与，你觉得你可以吗？我有信心，我相信。温总监真的可以吗？你看，你的助理都担心你了。很多事情不是你有信心就能做好的，有很多现实问题逼着你不得不做退步。就比如你们为了除甲醛耽误了工时，不就是一种退让吗？
出甲醛？你不会还不知道吧？说是韩总监让做的。我当然知道了，这不就是您派经理人来的原因吗？说实话，我从怀孕到哺乳期快两年没有工作，家庭跟事业至少在这一年你只能选择一项。温总监，您丈夫给您来电话了，要不要接一下？没关系，你先听电话，好好考虑一下。慢点，慢点走，慢点走。出甲醛是怎么回事？秀场的置景那么多，甲醛肯定超标了。检测含量达标的。可你在那待的时间长啊。所以你就偷偷瞒着我，找来了甲醛治理公司。你知不知道这会影响大秀的举办时间？我觉得刚才那个冯总说的有道理，创业对于你现在的状况来说太辛苦了。咱们能不能把大秀的时间推迟三个月？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我重新说一遍。一来是让你的状况再稳定一些，二来让装修材料里面的有害物质再挥发一点，而且现在秀场的事事都要你来做决定，这真的太消耗精力了。舒服，你最近老是不舒服，就是这场秀给累的。你就没有想过是你让我生气的吗？我以前我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倒好了，你控制这个，你控制那个，你连我大秀的举办时间都要控制。我的投资人资金已经到位了，场地跟模特都已经找好了，我钱也花了，你现在让我延期，你觉得可能吗？我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你是为了我的安全还是为了他的安全？你们是一体的，这不一样吗？当然不一样。现在在你眼里，我只是他的妈妈，我不再是温柔。善良，我有我自己的梦想，我现在离我的梦想只有一步之遥了。你现在让我延期，你觉得可能吗？你的梦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更不是声势浩大赢过万里你就能赢的。你都知道还让我延期？你们俩聊怎么样了？董事们都是我好不容易请来的，过两天再说吧。没什么可说的，我就要现在办。这是我的工作，我不想总是被人特殊对待。那你好好开会。一切现在掌握中。这么晒，你约我来这儿干嘛？你最近工作很忙。你这是陈述句还是疑问句？疑问啊。大秀办的怎么样？你是以商业对手的身份问我呢，还是以妹妹的身份来问我？有区别吗？当然，这决定了我要不要对你说实话。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怎么知道？原来你在偷偷的关注我。你笑什么呀？有时候吧，我觉得你还挺可爱的，难怪这苏子光为了你才愿意投资我。哼，他只不过是拿我当借口罢了。哦，原来你是以苏子光女朋友的身份质问我，就因为他天天跑来秀场没时间陪你，你就怪我？才不是呢。哦，那既然不是的话，苏子光的事情我就不告诉你了。还记得小时候吗？你找我一起划踏板船，结果你把我骗到湖中心，说你脚抽筋了，害得我自己一个人划回去，腿疼了好几天。早知道我当时我也撞自己脚抽筋，看谁撞得过谁。你不动我不动，难道要等着船沉下去了我们游回来啊？你水性那么好。我压根不会游泳。哇，
我看就算把你从这儿推下去，你都能游到对岸。说什么呢，宝宝不要怕啊。不听不听，你叫你自己宝宝。你怀孕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善良真是可怜。这是他的幸福。为什么你想要得到什么都能得到？因为我人见人爱啊。我看是诡计多端。我那叫冰雪聪明。还不就是花招多吗？你到底为什么这么招人喜欢的？这个问题嘛，得分人。不过我觉得对于你来说，诀窍就是得会哭。会哭？你得适当的展现一下你自己的柔弱。苏子光吃软不吃硬。和苏子光有什么关系啊？对对对，不是苏子光。哎，你要不要跟他打个招呼？你好。你今天这么有兴致啊，约我出来逛街，想买点什么呀？我们到了。你都想得这么远了？你想什么呢？温柔不是有宝宝了吗？所以我来给他选选礼物。啊，那走吧。你确定这是新生宝宝喜欢的东西，不是你喜欢的？知道他们会喜欢。是不是因为你小的时候喜欢这些东西，你爸妈不给你买啊？还真是啊。是啊，我小的时候喜欢，可是我爸就是不愿意给我买。其实我也一样，我小的时候就喜欢芭比娃娃，喜欢给他们梳头发、换衣服，但是我妈也不给我买。真的假的？当然是假的啊！哪个男孩子小的时候不喜欢刀枪棍棒斧钺钩叉呀？我那屋子里面就是一武器库，你知道吗？厉害。所以，因为你喜欢蜘蛛，所以你的网名叫粉红大眼蜘蛛。对啊，难道你不觉得他们很可爱吗？怎么了？哎，你要买什么送给宝宝？你真要买这个送给宝宝？不，这个是送给你的。宝宝需要宠爱，女孩子更需要宠爱。那个，一会儿去看电影。你这个套路可以啊。你什么意思？啊，没有，我说这个电影这个套路可以，挺新奇的。
要不我说吧，还是得来私人影院。你想看什么电影啊？他就……你怎么了？没事，我眼睛有点不太舒服。你哭了？没有啊。你哭了？没有。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没有。我看一看，我看一看，看个动作片怎么能看哭了呢？不是死了吗？哎呀，我看一看，那第二季就不活了。我看一看，你怎么，你还挺……哎，你烦死了！你哭呗，你打我干什么呀？我帮你拿着吧。不用。那我帮你拿着包。谢谢。哎呦，还挺沉的。这里面装的是我妈妈万历的笔记本。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就把它拿给我，说是让我好好学习，长大成为像我妈妈一样优秀的设计师。但其实我根本就不喜欢这些，阿姨还经常偷偷把它拿给温柔看，她以为我不知道。那你做着自己不感兴趣的工作，会觉得委屈吗？习惯了。我在很小的时候，我爸就总是逼着我看一些粉红泡泡的动画片，但其实我根本不喜欢这些。我根本就不喜欢什么美少女战士、小仙女、小公主，我喜欢的是超人，是钢铁侠，是超级英雄。但是我爸说那些是男孩子应该喜欢的东西，包括这种玩具。女孩子没有应该喜欢的东西，只要是你喜欢的就都是应该的。你已经不是小时候了，不需要再被你爸束缚，你有蜘蛛了，也不用再看不想看的动画片了。谢谢你啊，送我的礼物。嗨，谢什么呀，还不如亲我一下呢。好啊。你认真的？就看你敢不敢了。你确定？纷扰不安，嘲笑难堪，迷途未分散。
总有拥抱化作港湾，你和我摇曳的霓虹弥漫眼波，繁星在漂泊，此刻与你邂逅会洒脱，跃起的心动砸破夜空，短暂的淡漠守望着，却徒留黑白色，却徒留黑白。